我们饭也吃了，电影也看了，是不是该聊聊我们的事了？我们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我们郎才女貌的。郎才女貌？你家没镜子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是着急出门没来及化妆的，我稍微化个妆，你都高攀不起。大姨妈给介绍这啥人啊，一点都不靠谱，说那话不就嫌我丑吗？你等我化个妆的追我的人啊，从这儿排到法国，来给皮肤补补水。再来用上我这款美颜神器，看这个流动性，这是一款不用定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一定用一个试过水的这样滋润粉扑给它均匀的拍打开。你用它之前呀，不需要用隔离，不需要用防晒了，它都是自带的，只需要去用水乳就可以了。用它之后呢，也不需要你用定妆粉，也不需要你用定妆喷雾了，给它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呀，它就可以做到自动定妆了。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自然色，如果谁见你都说你白的姐妹呀，你就去拍显阿白，可以拿个小风扇呀，给它这样吹一吹，有风的话呢，可以让它加速成膜定妆。咱用手去摸着呀，干爽不黏腻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自动定妆完成了。自动定妆之后呀，它是不会沾你的黑色衣服的。防水防汗的效果也特别好，夏天咱们爱出汗爱游泳的姐妹啊，你就更得去用它了。看一下出汗出油之后呢，就这样拿纸巾给它垂直的按压蘸掉，然后看一下纸巾上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的粉底，并且你的底妆丝毫没有破坏。你的粉底化完妆之后是不是脸都不敢碰？看一下它真的超级的拔脸，拍下给你们送体验妆，所以说你们放心去拍这款粉底啊。它是主打持妆自动定妆的，可以让你一天不脱妆，但是它的遮瑕效果呢只有七八成这个样子。来看一下咱们日常的瑕疵呢，都能给你遮个七七八八的。如果说咱们是非常重的瑕疵呀，你就要单独搭配一个专门遮瑕的产品去用。来画个眉毛，把之前纹的这儿给它修一下，再来把这个大泪沟给遮一下。单独遮瑕的地方一定要去给它定一下妆，因为咱们的粉底呢是自动定妆的，但遮瑕不是。画个眼妆，千打扮万打扮，不涂口红不好看。看不修容的话就是面部扁平的，一定要来修一下高鼻梁。看鼻子修完是不是立马高挺起来，立马蓬起来了，看一下近看又不会显脏。小V脸也要修一下，这样你的脸看上去会更有轮廓感。搞点腮红来提升气色，高光一定不能少，让你的妆面不灵不灵起来。这个人鱼肌色可以提亮一下这里，夹一下头发，看一下没开任何一点点的美颜滤镜磨皮啊，这是我完全化完妆的样子。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粉底液，真的超级的好用，重点是它可以一天不脱妆。你们按照我视频教你的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完全不会踩雷。